好，歡迎大家回到嚟，我哋今晚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啦。咁我哋又講咗四部戲都是西片嚟嘅喎，係。咁就今次飛到日本。係啦，我覺得如果講起性呢一樣嘢，都冇咩可能唔講日本嘅嘛，係。點解咧？我覺得是全球的東西來的，是全球派的東西。OK， 好啦，那就今節我們最後一節會講的電影啦，那其實這個導演呢近來都有新戲上映的，那就是這個《海街女孩日記》。那我想熟知是哪個導演都應該呼之欲出啦，就是視之如和。那這一部電影呢就是2009年的，那它日本名叫《空氣人形》。咁就亦都係有空氣人偶嘅呢個叫法啦，即係譯名。嗱，香港咧係叫做援交女郎。嗱，援交個援字係嗰個援，但係交咧就唔係即係交際個交啊，係塑膠個膠。有幾膠咧？要講一講啦。咁就咁呢一套戲咧，其實就頭先我哋講嗰套最尾個古仔係一個類似 Inside Out 咁嘅古仔啦。呢一個咧係一個成人版嘅 Toy Story 嚟嘅。同埋《木偶奇遇記》啊，係啊，係啊，係都係噶，係啊，都係啊。好啦，咁啊，今次嘅盛事咧，咁就唔同前面嗰三部噶，係咁咧。今次呢套戲嘅主角咧，其實就係一個價值5000 yen 到嘅一個叫吹氣人偶公仔啊，係。嗯哼。咁咧，5000 yen 對翻港紙應該都好似係依家冇500蚊啦，有300-400蚊咯。哇！平咁平嘅，原來我完全唔知道啊！唔係，我唔知呢個屬於平定貴啊！淨係講個價，即係喺部戲入面講個價錢出嚟啊！就 OK， 咁就係啦。呢5000 yen 嘅吹氣人有公仔啦。咁咧，佢嘅工作咧，咁就係負責服侍佢嘅主人。呢、這個主人係一個中年嘅叫做侍應生。嗯哼。咁咧，佢每晚咧，咁就亦都係佢嘅工作，就係每晚去陪呢個獨居又好孤獨嘅呢個主人。去陪佢食飯、沖涼、瞓覺，甚至乎咧，呢個主人如果在性方面係有需要嘅話咧，亦都係要幫佢解決埋啊，係。咁咧呢個人偶公仔咧，其實我想講少少起源，點解會有呢啲人偶公仔嘅嘢咧？其實咧就唔係源自日本嘅，係咁就我手上得到嘅呢個説法咧，其實係源自納粹德國時期啊，係。咁就呢個希特拉咧，咁就因為希特拉係啊，因為係啦，因為咧即係德軍咧，咁就同一啲即係大家都知道，可能軍人係對性嗰方面係比較需求比較大啦。咁、就咧，但係咧，咁就即係未必知道佢哋雅利安人搞嗰啲係咪真係純種雅利安人？要知道希特拉係一個好。注重呢個嘅血統嗰個優越性，係啦，民族優越性。雅利安人係要同翻雅利安人一齊搞，其他啲都係低等民族。咁咧，咁就即係希特拉咁啊擔心啦，呢個性病點解有性病咧？就係因為呢個雅利安人同啲非雅利安人啲低等民族搞咯。咁就於是乎有性病啦。咁就於是乎咧，咁就下令咧要製造一啲嘅就有一啲嘅公仔啦，咁就去解決士兵嘅一啲嘅需求啊，係嗱講帶咗少少就都係 OK， 咁啊回歸翻個正題啦，咁就裴斗娜飾演嘅呢一個膠公仔啊嘛，突然之間有一日咧就開始有咗自己嘅思想啦，係即係亦都係有咗知覺啊。由一副用塑膠做出嚟嘅硬面咧，咁就突然之間喐起嚟啦，變成咗真人嘅皮膚。咁就於是乎咧，咁就呢個公仔咧，咁就每一日咧都趁住主人翻工出嚟嘅時候咧，咁就偷偷地咁就溜咗出街，係啦。咁就即係 Toy Story 嘅，係啊，可以咁講。咁就喺佢眼中咧，其實所有人同埋事咧，咁就亦都係。都幾陌生，但係亦都係好新鮮嘅一樣嘢對於佢嚟講，因為佢未見過呢個世界係，但係咧睇還睇，亦都係見到呢個日本嘅大城市底下咧，人同人之間係好冷漠、好疏離，好似我哋第一部講 shame 嘅時候亦都一樣，係啦，咁結果啊呢、這個叫小望嘅呢一個公仔啦，咁就在呢個租碟店上，咁就遇上咗一個店員，咁就
阿純一，咁就對純一嘅感覺咧，亦都係令到呢一個膠公仔係越嚟越想變成一個真正嘅人，就好似皮諾丘咁樣啦，係。係啊，咁個過程之中咧，其實會一直見到小夢啊，佢有一個都幾大嘅轉變啊！佢由一開始咧對住呢個世界覺得係哇好新鮮，係有好新鮮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咁但係慢慢開始見得多咗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呢個世界其實好 depressed 嘅。咁有好多嘢都係要好多人，例如佢係好孤獨啊，有好多嘢係好悲觀啊，好悲哀啊咁樣嘅。咁所以就佢對於呢個世界就個睇法係開始有個少少嘅轉變咁樣咯。嗯，係啦。咁要即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阿視之如和啦，佢嘅執導生涯咧，其實大多數都係講關於家庭同埋倫理嘅電影比較上多。咁就呢一部嘅《援交女郎》啦，咁就其實本身咧個奇幻色彩係比較上重嘅，係啦。咁就亦都係集中講述呢個叫小望嘅呢個充氣娃娃，即係點樣去自我去尋找自我係，咁就呢個故事。咁喺忙碌嘅都市入面咧，會睇到每個人都係有種好疏離嘅感覺，個個人都好害怕接近對方嘅係，亦都係害怕接近，就係因為好怕會傷害到對方，而且。我不知道有冇留意到一樣嘢，就係每個人都害怕自己被人取代啊，係。例如佢嘅主人啦，即係佢嗰個侍應生，嗰個中年侍應生，俾老豆鬧啊，唔係老豆 ，sorry， 俾老闆咁就鬧幾句話想取代佢啦。咁就另外一個小夢喺店鋪外面遇上嘅一個老人家，係做代課老師，即係佢係一個隨時可以被換嘅人。還有一個因為自己的樣子可能開始即年紀開始大了，即開始覺得自己會被一些更加年輕貌美的人取代的人，那都會發現到呢每個人呢刻意地在人與人之間是保持著一種距離的原因，就是因為呢他們很怕對方會不會取代了自己，這一樣嘢係想喺呢部戲入面見到一個想好緊要嘅一個叫做命題嚟曬。係啊，咁特別我覺得係喺日本人日本個社會入面啦，因為日本人係一個好怕會影響到人嘅一個民族嚟嘅，所以佢做嘅嘢例如係好有禮貌，這個民族好有禮貌嘅，佢做啲嘢係好為人哋設想嘅咁樣，所以就好怕傷害到人啊！呢啲其實都係。是反映到那個日本社會上面咧，點解有咁多咁壓抑嘅嘢出現咧？其實都係嚟自佢嗰種嘅民族嘅思想，例如係一啲頭先阿軒你講嘅一啲怕傷害人、怕乜怕物啊嗰啲咁樣嘅。咁但係啦，就佢雖然係個個人都雖然係有一種疏離感喺度啦，但我幾欣賞嘅就係佢中間有一段喺度講啦。雖然你哋個即係每個人係疏離嘅，咁但係。每一個人都是有一種我以前讀拜我用的term就是叫互賴共生的一個一個我會話是一個心態啦。咁即係其實人與人之間，你雖然是很疏離，但係你冇咗隔離嗰個人其實是不得的，但係人始終是一個群體咁生活的一個民族咯。咁同埋就是就係有一樣幾特別的，就是佢套戲入面不停喺度講啊，有啲咩人係容易俾人取代，例如代課老師呢個嘅餐廳侍應嗰啲咁樣啦。佢講好多人係可能係純粹經常性都係做一個替代品啊咁。但係其實有一啲嘢咧，可能淨係甚至公仔自己，即係阿小望自己，佢本身都係一個替代品。咁但係佢可以隨時地，即係如果主人玩厭咗佢嘅話，係可以買過洗過洗過第二嚿5000英去買另外一個新嘅。係啊，買過更加貴嘅都得啊。係啦，係啦。咁但係就有一啲嘢咧，係真係淨係那個人或者係嗰啲物件先至做到嘅咯，例如係咪叫純一啊？係啊，個男仔。純一有一個要求，就嗰個要求就淨係得阿小望做到嘅啫。咁呢啲嘢其實都係反映到，即係每個人都係有自己一個價值喺度咯。我自己睇嘅時候，覺得呢啲位係幾 hopeful 嘅。咁頭先阿Henry講啦，就話即係套戲係一個
不斷咁尋找自我啊嗰啲咁樣咯。其實都好存在主義喎。係啊，冇錯，係啊，而且確係。而且就係呢套戲，我覺得係好突顯到嗰種孤獨感咯。咁前面其實有啲最開頭嗰度，我覺得有啲係即係爭啲嘅前面嗰啲位。咁但係越睇我反而覺得越有味道咯，因為嗰個孤獨嘅描寫啦，嗰、那個嗰啲面對自己啊，面對其他人啊，呢啲都係可以喺呢套戲度睇到咯。嗯，係啦，咁就同埋咧，小夢啦，咁就即係當佢喺陽光喺光線底下照射嘅時候，睇到自己嘅身體咧，雖然係個真人，但係佢當俾陽光照射住嘅時候，都會見到自己個心係透。嗯哼嗯哼，即是一个即是在人在正常的眼中是一个无心无肺的人来的，可能是一个即是好像一个玻璃樽一样。嗯哼，但是他是想做一个有实心的人，即是他是慢慢地他有自己的意识，他想去做一个有心的人。但是这个世界又是不是真的会容得下他这个纯洁的心灵呢？这样东西就要睇，我想呢個都要交翻俾大家睇，我覺得係要。係啊，咁同埋套戲入面就講有心咧，就即係你太純潔嘅心喺呢個咁嘅世界，其實真係好難生存啊！真係咁但係套戲佢冇話叫大家做啲乜嘢啦，套戲都好正面嘅。其實我自己覺得就咁反而係好多時大家有心嘅時候咧，有好多嘢未必真係好似自己諗咁樣嘅。係啦，因為人，你頭先話人係自己一個個體嚟啊嘛，係啊係啊，一個群體生活嘅，係啦，所以未必所有嘢都可以盡如人意啦，應該話係啊，咁未能盡如呢個交工濟義啦，咁係咯，咁睇嘅時候我知道有好多唔同意見嘅呢套戲，咁個都幾極端嘅，我發現呢套戲評價都咁，我自己個人就唔錯嘅，覺得咁當然就因為如果大家都中意睇《時之如和》，我覺得都可以絕對。都值得一看的呢部戲係。咁同埋阿史之如和咁多套作品嚟講，我覺得呢套好似係直白少少啊。一來直白，同埋都比較上多嘅點講好啊？即係暴露性多嘅場面多。暴露性多呢，好似近來都多咗啊。佢啊，係咪近來多咗就呢一個交翻俾觀眾自己決定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呢個古仔係比較直白啲。